赞都给我赞一下哦。哦，还有设置通知。大家好，黑吉尼达吉尼猪猪，我是波尼辛迪。今天吉尼猪猪和波尼辛迪一起加加进行有趣的私话对决。波尼辛迪准备好了吗？当然准备好了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。 Go go。 好，那么请给我们第一张图片吧。有点难度哦，辛迪要画得漂亮一点。好的，我努力吧。好，那么我呢，先用粉色。我呢，先用黑色画一下猪猪的轮廓。猪猪的头发呢，我要用粉色和红色来画。辛迪，猪猪好黑呀。才不是，我现在在画猪猪的轮廓了。结束，这么快就画完了，好快哦！看一下，猪猪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，期待期待，不错，感觉辛迪好像画得很漂亮。好，那么看一下完成后的猪猪到底是什么样子，翻过来确认吧。一、二、三，当当！哇哦，天哪！小心妈妈。不是的，黑色的颜料挤出来太多了，心底完全不受我的控制。小心呢，我真的好像美牙哦。才不是呢，现在看起来可能有点怪，完成后一定是很漂亮，我很自信。这才是薄荷色的。那么第二场胜者是谁呢？胜者是谁呢？耶耶耶，哇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那么请给我们第三张图片吧。哇，魔法平板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难度哦。我的我的，画画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咒语吧。刚好打到我这边了，石像前方，叮铃叮铃叮铃铃，妈妈，哇哇哇，辛迪好漂亮啊！哦，猪猪嘴巴不要张那么大。辛迪，你的牙好白，很美吗？好，那么现在开始画一下魔法平板吧。猪猪，我现在完全分不清颜色，你看这是什么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哦，猪猪，你怎么画的那么好啊？因为是我的。哪个是黄色？我也好想知道，涂上去之后才能知道颜色。帮我找一下黄色。哦，这个好像是黄色。颜色，打开一下灯光吧，看一下吧。星光亮起来呀！哦，蓝色蓝色，哦，怎么办？我没看到。哦，
画完了，结束。怎么这么快？猪猪画完了。你怎么画这么快？好，那么我们来放一下魔法平板吧。有。这次绝对是我赢，你看他的就是烤焦了。辛迪达这么黑都能看出来，太糊了。小心。没关系，我努力了，尽力画的。我做的是曲奇饼干，哇，太漂亮了，朋友们！哦，这是什么？那么第三场对决的胜者是谁呢？选出胜者吧！我不喜欢教导，是我吧？这一次一定是我，肯定是我，我输了。好，那么把第四张图拿出来吧。哦，泰罗。哦，这个画起来应该有点难，但是也可能简单。我呢，擅长画这样的。哎，真的？嗯，这泰罗是我的伙伴，泰罗，我一定会把你画得很好，我也能画好。你的一点都不像泰罗，看起来像普通的小猫咪。才不是，跟泰罗一模一样，眼睛里还有颗星星呢，这样看起来就更像了。但是我画的星星稍微变形了。什么呀，泰罗怎么眯着眼睛啊？明明是睁着眼睛的。我会给他画眼睛的。星星画得太棒了，泰罗眼睛里有星星的。哦，今天怎么总是烤焦啊？真是的，我的很完美，这次肯定我赢。啊，才不是，这次我画得比你好看多了。虽然这里破掉了，有点遗憾。这里破掉了，破掉了，都怪那个锅铲。好，那么看一下这次谁画得更像可爱的泰罗呢？选出胜者吧。选我，选我。什么？为什么选他？为什么？小细节非常重要的，这样的话猪猪和辛迪是2-2。请给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图吧。德维，哦，坏人，他是坏人，坏人不是好人。感觉有点难度哦，看看谁画的看起来更加的凶恶吧。这个我非常有自信。什么？头上长角了？不是的，额头上我画的有点大了。辛迪，你再怎么讨厌德威，也是怎么可以把他的额头画成这样子？德威看起来好凶吧？看来你真的不喜欢他。好，我们来翻一下德维的图案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看一下，德维，哇，我画的好棒啊！哇，这次我真的画的很不错。哇，你的烤焦喽！我的德维，你看他的眼睛是红的，嘴巴正在邪笑。我的也是，展示出来了。我的也正在邪笑。我的也看起来很凶的。那么谁画的更好呢？请选出胜者吧。是获胜，你看多凶啊！我也把他画得很凶啊。好，好，这样的话，辛迪今天获胜喽！耶！好，那么基尼猪猪和波尼辛迪一起进行了有趣的画画对决，朋友们怎么样？看得开心吗？开心。那么基尼和波尼呢？以后还会带来更有趣的视频回来。拜拜。